表演有麻辣的味道没？我们有上麻辣味道哎，这是没有麻辣味道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仔。那么今天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懂什么是 YouTube Saturday 吗？就是韩国辣面、麻辣火锅，还有 Fujitsu 呢，虽然不出名啊，不然就是拍 prank， 或者就是拍实验。那么今天啊。然后今天我们想拍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，绝对不是韩国拉面、麻辣火锅或是之类的东西。那我叫我负责的。然后那我的朋友呢，他就帮我寄了一个东西，他就想叫我开箱。什么朋友？我不懂。就这个东西我碰出来了。我也是碰出来了。我不能让他开吧。什么来的？然后今天我们想拍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，绝对不是韩国拉面、麻辣火锅或是之类的东西。三样最近出来一个新的韩国拉面，所以这个是我上个星期在网上订购的。那么这个是麻辣味的辣，我不懂好不好吃，我听讲像很辣酱啊，我不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试试这个。那么这个面的全名呢，就是麻辣香锅拌面。其实我不懂，最后我拍另一个 video。Need to stop the fake 啊！不要这样子，我拍个 video 吧，喂。现在我们来煮一包。那、啊，它就是长这样子哦，它就长这个样子，全部都是我不懂的语言。我们再去煮吧。喂。哎，要不要不要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你还不熟练。哎，我试试啊，真的，不要，算了。那个面煮好了，野料有料了没？不然你吃了没？不吃没 ？OK， 这个什么来的？快！浪费啊！这不是要煮吗？我们刚刚忘记一起煮，反正也是 KFI 来了。有一种 Maggi 的感觉，其实辣不辣我都不知道啊，有没吃过吗？他们讲四倍辣，有人讲八倍辣，有人讲 Let me try。你看啊，表演有麻辣的味道没？我们有上麻辣味道哎，真的是没有麻辣味道哎，哎真的没有麻辣味道哎，只是吃到很像普通的韩国拉面味道，不然这是我吃的问题。白燕，在你吃之前我问你啊，你觉得辣不辣？弟弟跟你讲没有辣。甜一下吧，够够够，是呀。传说中最辣的三样面，难道这样厉害？对。哇，这个不愧是传说中啊，小屁孩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嘴巴都红了啊！我要奔累啊！好好时间，等下我要去，等我要去。好了，谢谢你们收看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击赞，还有记得分享这部影片。假如你还没有订我的频道的话，就按那个订阅按钮。想关注我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page 那里按个 like， 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！真的，这你们不要吃这个面。